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Okuma Eric。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呢，带着我们西门的路亚杆，还有西门的卷烟器，来到我们新竹的科子湖路亚池。为什么会来这边？因为这边相当的漂亮，很像在身处在山中钓鱼的感觉，而且环境相当的美。你们可以看看四周的场地啊，有草丛区啊，还有水中，还有枯树区。然后对面的树荫下面都是值得我们去用不同的钓法、不同的去探索鱼在哪里。那我们今天就带着我们路亚杆来挑战这个科子湖路亚池试试看，走。是 Okuma Elk， 今天早上在科子湖整个试钓的结果呢，鱼相当的捧场，鱼讯也非常的多，在这里的鱼啊相当的漂亮，也很健康。那这次带来一个是西门凯莫斯路亚杆，这系列杆子是一款为新手路亚所设计的杆子。那全系列采用不锈钢 SIC 的防缠导珠，杆身呢使用 S 编织包覆加强。那整个卷线器的握把这边采用的是国产裸空握把，不管是枪柄、直柄，都有 L、ML、M 三种 Power 给你们做选择。如果你在找一款高 CP 值的路亚杆，我想凯莫斯路亚杆或是值得你选择的一款路亚杆。